都开心成这个样了啊！真好，我再找一个手写的可以问的啊，忐忑。忐忑去年的时候红遍天下，不管什么节目啊，各种演员都唱这个。我们演出的时候说相声，他们也学，但是我们学是一点皮毛啊。我们很想听听亮莹怎么唱忐忑的。其实这歌还真难倒我了，这我觉得龚老师真的唱功挺厉害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不会，我。您不知道，我经纪人不让我唱这个。但是你经纪人让你唱这个。行，来一个吧。一段哈。好了，不是很熟。也就唱一段，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啊，来吧。啊，你们会唱，会唱帮我接啊。嗯。我看你们谁敢大茬。嗯。来。啊我。啊。唱唱，我不搅和你，来来，好好唱。好好唱，没法好好唱。来呗。嗯、啊哦啊哦哎，阿斯泰阿斯多阿斯泰格迪格多，阿斯泰阿斯泰格多，啊哦啊哦哎，阿斯泰阿斯多阿斯泰。